哇，你说饼干？我红了啦！这还用讲吗？这位就是 Lakuten Girl， 对，乐天的，对，就是乐天的，这是别队，这是别队，这是中信兄弟的，这个不是你们这一队，这个是中信兄弟，这队是这一边呐，哎，不是，炸裂，也不是，也不是，这个小朋友是很会唱歌的哦，他应该叫黑色饼干了嘛，太经典了，那这个造型对你的观感是怎么样？黑色饼干等到日本发展的第一个。那时候因为我的日文也是不太好，所以可以出唱片已经很高兴了。OK， 任何形式我觉得都 OK， 可以唱歌就好。后来你日文讲得好棒哦，几乎就是变半母语了，这样哦，也没有很好啊。真的吗？没有。那我们看你的电视访问什么都很好，生活上用语 OK 嘛？哦，对。像我到日本去接受他们那个最大电视台叫什么 ？NHK。故事。NHK 嘛。NHK。对呀，从头到尾，哎，哦，すごいね。すごい。美味しい。你去 NHK 给我这样讲这些，你丢脸了吧？然后他们从头到尾一直在旁边用问号，当当当当当，对，当无限问号。哎，有那个热情要表演都可以的，看一下。Johnny， 拿上去！
真差不多一点。我觉得若彤在驾驭这首歌哦，青春真的是无敌，轻松如意，有没有？轻松，然后也唱得很好，有不气不喘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超轻松的，长得很可爱，漂亮。我们节目里面啊，为什么经常找你来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长得很像我们制作人小琴。这也制作人。没有拒绝哦，他跑到光点，对，他跑到十八大，十八大三十节去对光，找光找光，加加加掉掉，真没真没真没，怎么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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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两个不要看啦，就看这个。中间，他们蛮开心啊！我觉得黑色饼干就是带给大家欢乐。我觉得刚刚有 get 到那个 power， 很开心，真的很棒。当年那个啊一出来，因为他这个画面是 MV 还是用那个粘土，有吗？对对对对，粘起来的，然后粘土，然后就变成真人开始跳。在当时来讲，这 MV 花非常多。这节目太用心了，连地上都没有放过。唯一的小小的遗憾。唯一小小的遗憾就是主持人没有得奖。难不成吗？他们要准备念一年了，你是不是要念一年？我们连续四杠，我们要念到得奖为止。杠杠杠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对。但是我也对不起你们两位了。哎，别说，对，在你们杠归的时候，我又当中有再拿两座。不是说，不是说洪进会拿，自己在拿。我们都没有，真过分。没，我要说的是，嗯，好吧，我没有在这里没得奖，是你们两个连累了。但绿叶也要讲一下绿茶。哦，绿茶，我觉得绿茶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，绿茶。我觉得绿茶跟就是南南庆跟天山，就是他们也表现得很好。啊，因为呢，我当时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是我20年前。哦，哇，那个时候我也是青春无敌，但是我旁边那两位会喘。模仿到，连状态都模仿到，很像，很喘，很像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，绿茶到现在还在流汗，他鬓角快掉下来，你的鬓角都已经脱掉了，我好卖力哦，真的好卖力，因为这首歌太开心了。他，你到底有没有卖力啊？你有，你真的有吗？有。紧张，跳本来都在火上，有没有跳到最后已经剩下，动作越来越小，这个变这样，没有活力了。这一段可以过关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恭喜过关，女神抱抱，来，一二，加油，耶！啊，露脸要露脸，露脸，顺便给你拍张照片啊，露脸抱，哎，啊，女神要露脸，你们两个，好好好好，露脸抱，二，哎，两。